大家好，我是老四，真没说过，头一回呀，挺紧张，真的。我就是一个拍短视频的，但是吧，我不至于像雪琴总那么介绍自己，我是网红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优质短视频创作者。我平时不上台，这是人生中第二次，第一次是我结婚的时候。这两回都是我媳妇儿逼的，因为有孩子嘛，不得挣钱嘛。第一次也是因为有孩子。我紧张的其实不是我想晋级，我紧张的是我怕你们不笑。我现在好多了。我平时就是喜欢还原一些生活中的场景，因为我愿意观察生活，我观察一晚上了，除了有两个露后背的，还有一个没笑的，那没笑的坐那儿的，那个大妈，最后一排第三个，你跟谁来的也不知道，是跟你来的吗？你孙女领你来的？那男朋友失约了，把你整来了？我刚才坐那，我看你一个劲儿打哈欠呀。我快点说，你也快点，岁数大了，睡觉也早。因为我上台的方式跟脱口秀演员气质不一样，脱口秀演员上台气质，学一下吧。刚才护栏 PK 整得我挺激动，先学护栏吧。不用放音乐了，直接就入戏。大家好，我护栏。啊！喜欢看这个呀？喜欢看模仿秀？再来一个。谁呢？来，你说那人我都不认识。不能连电了吧？别真整啊！来庞博吧，直接入戏。大家好，我庞博。大家好，我庞博。我是最帅的脱口秀演员，我脱口秀大王。你回去看一遍《快进》，就是一个三角形。快进就是三角形，它有点像东北二人转。我是庞博，我是最帅的脱口秀大王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哎呀，李诞呢？李诞也不行，我不咋太愿意喝酒。那个效果文化老板叫叶峰吧？对对对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选手关注的都是内容，我关注的是人。他上来之后，反正他在我面前晃，我就感觉他有一种气质，就是特别有钱。就是我这样，我设计一下吧，就是我从那边走过来了，他就好像讲话，然后你们看着我到这块我说大家好我是叶峰的时候，你们就有一种感觉，就像我
看着钱一样的感觉，主要是微表情。一定要在我说完大家好我是叶枫之后再有反应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枫。神经病！啊，李琦也来了。晚上找点小酒喝一喝还是要的。哎，我完全没按稿来的啊，我全是尽兴来的。反正灯都亮了，我就说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